宝山乡南坑西湖岸改善应急工程正式动工，在众多贵宾的见证下，克雅西上游的支流正在分期分阶段进行边坡护岸的补强工程，并在经济部水利署补助1280万，公所自筹360万元，工程预计今年底完工。同时，我们在先前在我们的南坑溪以及我们的水尾沟溪二分署已经补助将近6000万来做这一个前面两期的一个工程的工作啊，已经完成。那我们现在进行申请第四期的工程2000万，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克雅溪上游的这一些支流能够让民众有一个安全无虞的一个生活。这次护岸工程不仅加强防洪设施，还提升居民安全保障。在环河步道的建设上，未来将串联到青草湖，让民众在休憩时有一个新选择。都市计划区内的河川的部分都有步道可以共同连接，那可以连接我们到我们二分署所做的这一个克雅溪的防汛道路，一直到我们的青草湖，还有的整个的环湖步道。未来我们让青草湖以及宝山双溪的部分成为我们大双溪以及青草湖新竹县市的共同生活圈。在科学园区的人口红利加持下，宝山乡的生活环境也逐步提升，让河岸景观以及休闲运动能结合，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记者万世莲采访报道。